近日，陈奕迅走访香港各大高校，为专辑进行巡回分享会。但在3月27号，据出席活动的学生描述，分享会开始播放音乐纪录片时，现场有些同学只顾玩手机，甚至用手机看综艺节目。提问环节也频频提起合照一事儿，引得入场时还满脸笑容的 Eason 逐渐转黑脸，道歉称现在答不了问题，因为他此刻非常愤怒，感到不被尊重，并请无意交流的同学离场。现场气氛一度非常尴尬。芒果捞新闻，尊重他人是做人最基本的准则呀。报道。